水产或者是海鲜来讲的话，它对我们人的这个养分的摄取啊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它的热量比较低，但是它却有非常优越的精致蛋白。我们公司所用的这个水产呢，是属于台湾花莲花东的一个养殖。这个花东的水呢，跟空气都是我们台湾最洁净的地方，所以不需要投药，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污染。我们有养黄金蚬，在全世界是最著名的。我们在这个部分呢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养黄金蚬的公司。那包括贵妃鱼，还有台湾鲷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花东的这么样的一个好山好水，才有办法造就出没有办法取代的最好的一个品质的水产。那政府单位呢，投入了很多的有关于检验啊、跟技术跟养殖辅导的这个部分，所以经过产官学农民的努力，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呈现出最好最安全的最棒的一个美食，让所有的民众分享。一家哦，贵妃鱼是我的最爱，啊，剩下各行嘛拢足好食啊，也命新鲜啊，伊的拉肠哦，不但讲口味好吼，口感好，啊，伊嘛足营养的啊，啊，伊无毒，啊，佫足健康，互我嘛食啊足健康的。你穿来遮开，阮足欢喜，是阮家己人，真正阮的福气啊。蚬呢，我们台湾人都知道哈，假拉够瓜，我们用的是黄金蚬，好作为我们的主要的汤底。我们把我们这一盘的黄金蚬倒进去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优质蛋白，喝蚬的原味，非常非常的甘甜。第二种吃法就倒一杯的小米酒，那喝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。那第三种吃法呢，就是加一些大蒜，它整个的味道啊又更香浓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个锅子我们有三种吃法，这个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民众啊喜爱跟认同。一般的客户呢接受我们的建议呢，尝试了我们的蚬汤之后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的惊讶，这样的一个汤头来作为主要的火锅汤底，而且每个人吃完都赞不绝口。我们非常讲究整个食安的健康问题，所以在整个海鲜类的部分尽量以无毒来做采购。我们的员工呢，其中有一个他自己之前就一直在整个深受这个过敏体质所困扰，所以呢海鲜类的虾或者是螃蟹他都不敢吃，可是自从他到我们店里面来服务之后呢，他终于可以享受到这个无毒虾的鲜甜之美，而且吃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，非常的开心。人员呢，希望带给我们的每一位顾客呢，一进到我们的餐厅呢，感受到那种欢乐的一个气氛。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会很热心的跟他聊天，说您来自于哪里啊？是来自嘉义的在地人呢？那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店里啊？他也会推荐适合他们家或者是他本身朋友喜欢的菜色。客户呢都觉得我们好贴心哦，甚至呢在用完餐的时候，客户还会主动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要求拍照，那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就好开心。对，一进来的时候就跟我们问好啊，然后就说欢迎光临啊，然后就面带微笑啊，让我们就是啊来到店里面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然后用餐的时候会来问我们汤头怎么样啊，或者今天吃的怎么样，这家服务的态度非常好。我们希望呢能够营造一个快乐服务、用餐快乐的一个环境。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这边呢有将近这个20几道以上免费的这个自助吧，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消费者来我们这边消费的时候呢，内心感觉到很好的满足。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之内呢，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具有养生的饮食概念。我们在花东地区来讲的话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农民跟渔民，他们有很好的有机的农作物包括水产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将最好的食材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分享，这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努力去做的事情。